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讲：“你甲阿伦、拿达、阿比户，甲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，拢着上到我遮，远远的下拜，独独你通亲近耶和华，因却唔通亲近，百姓也唔通甲你三角上来。”三节，摩西落山，将耶和华命令典章拢讲予百姓听，将百姓同声讲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拢要遵行。”摩西将耶和华命令拢写起来，清查起来，伫山脚起一座坛，照以色列十二支派徛十二支条。五节，搁找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烧祭，搁按耶和华献牛做平安祭。摩西将火一半堆伫盆里，一半绣伫坛里，搁将约的册读予百姓听，因讲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拢要遵行。”八节，摩西将火绣伫百姓的前上，讲：“你看，这是立约的火，是耶和华照这一切的话，甲恁立约的凭据。”九节，摩西、阿伦、拿达、阿比户，甲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拢上去，因看见以色列的神，伊脚下亲像有鞭炮的那波照，佮亲像天色的光亮，伊的手无加害伫以色列尊贵的人，因观看神，因也食也啉。十二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讲：“你上山到我遮，踮伫遮，我要用石板，佮我所写的律法，佮诫命，赐予你，予你通教训百姓。”十三节，摩西佮伊的帮手约书亚起来，上神的山。摩西对长老讲：“恁伫遮等，等到我搁转来，有阿伦护你，甲恁伫地。既若有代志的，拢通上近因。”十五节，摩西上山，有云从山崖坎，耶和华应邀停伫西奈山，云崖坎山六日。第七日，伊对云中叫摩西，耶和华应邀伫山顶，伫以色列人一目周前。形状亲像烈火，摩西入云中上山，伫山顶四十暝日。